对啊，小猪还在睡啊。啊，还是两个。电源开了吗？两个开过。好的，那随便你，你也喜欢的。来喽，来喽。那个是什么呢？通电。我不要站前面。四分之一。刚刚方丈对潘小都这样。没风了，就趁现在吧。起风了，起风了，要从左边哦。
听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没关系啊，还是说那个是被那个被那个被弯了，被那个跟他一起哦，掉掉了，还是那个接合的地方要长一点。是被那个被那个东西弯了，咬掉了吗？樱桃樱桃可能口间隙就大变大，等下可以再试一次啊。还是说他被弹簧咬下去了？不知道，等下拿去测一下，他间隙变大了，等下再去试试看。看这个方，哎也还好，还好啊。等下再去试试看吧，还好啦。哎、欸，刚刚撞，这样撞，刚撞了好几次，超凶的，那个撞太夸张了。